第四十四题，四十四、四十五是题组。右列三个电路图中的电池和灯泡规格都相同，且灯泡都遵守欧姆定律，且安培剂的电阻忽略不计，伏特剂对电路的影响也忽略。回答第四十四跟四十五题。第四十四题问说，三个图中的伏特剂 PQR 读数大小的比序依序为下列何者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 呢是去跟这两个电池呢并联，所以它的电压就等于这两个电池电压。Q 呢也是跟这两个电池并联，它也等于这两个电池的电压。R 还是跟这两个电池并联，它也是等于这两个电池电压。我们发现 PQR 的电压都是等于两个串联后的电池的电压是一样的，所以 PQR 的比例呢应该是1:1:1。所以第44题问我们说 PQR 的读数大小依序为何，我们答案选 A 1:1:1。